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定理，就是说如果 G 呢它是从 A 到 B 的一个微分同胚，然后呢让 D 呢当 A 的一个仅子集，然后呢让 E 作为它的这个相集，那么我们就有这两条这两个等式，这个和这一个，就是 G 在这个 interior 里面它的相集就是 E 的 interior，然后 G 呢它在 boundary 上面映射到的也是 boundary 上，这就是微分同胚的一个很好的性质，就是你在内部那你映射出去还是内部，你映射在 boundary 上对吧，那你映射出来像也是这个像级的 boundary， 然后 B 呢就是说如果 D 呢是可求长级，那么 E 就是 rectifiable。 好，那么其实如果有 A 的话我们 B 就能很快的推出来了，为什么呢，你要不要看，就是如果 B suppose 假如我们假设我们已经证了 A 对吧，我们会证嘛，就是假设我们已经证了 A， 那么 D 因为 D 呢它是个可求长级对吧，所以说什么它的 boundary 是不是零测度级对吧，表里面是 D 是有界并且它的测度是，然后呢 by A 对吧，那你这个根据 A 和这个引理 by A 和这个引理我们就是什么，它映射到它等于它，然后它映射到的零测度级也是个零测度级，所以说什么 D 是个零测度级，并且呢因为 D 呢它肯定是有界的对吧，那么 E 呢也得是有界的对吧，因为你这个 D然后呢这个 G 因为 D 是 compact 对吧，也就是说 GD E bounded， 所以说我们有 boundary 零测度级 E 是 bounded， 也就是什么 E 是可求长级。好，现在我们就是来证 A 吧，我们就证 A 就行，因为 B 是我们假设 A 然后我们就能证 B， 证 A 我们已知什么它是连续的对吧，所以说呢对于 U 在 A 中如果是开的，那 GU 就是在 B 里面是开的对吧，所以说 G 在某一个开集，首先它呢肯定是它的一个子集对吧，那它是开集，它是一个它的子集对吧，开子集也就是说什么它是不是是它呀对吧，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个第一个，好第一个，同时呢因为什么，同时 also 我们有 G carries X exterior 也是个开集， A 也是个开集，所以它也是它这个开集 onto open setand B 对吧，同时呢又因为 G 是单设，所以说它就
叫 A， 它的这个项呢和它呢，它呢是无交的，对吧？因为它们俩的交集呢是为空的，对吧 ？D 和 xD 的交集是空的，对吧？所以它们的项级交集也是空的，因为 G 是单射，好吧？那么就有什么呀 ？G 的交 A， 它是stereo 的自己，对吧？好，这是第二条。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两条，第一条是 anterior 是自己，第二个就是 exterior 是自己。但是呢，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先让我们再设，那 y 如果是 boundary 的话，如果是 y boundary 的话，我们想要证明什么 ？y 是属于 g boundary d。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证明这个呢？因为如果我们证明了这个的话，我们就能说什么？我们能说这个G boundary D 它是什么的自己，它是包含了 E， 对吧？那如果 Y 属于它，它就属于它，所以说它是它的自己，我们就能得到这个。那么这个怎么证呢？我们是知道 E 是 compact， 对，因为 G 是连续函数，对吧？它的项级也是个锦级。然后呢，所以说 E 呢，它是个 B 级，所以说它等于它和 B 包等于它本身，所以说 E 呢 contain its boundary。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boundary 上的每一个 neighborhood， 这个点上的每一个 neighborhood 都和 E 有交，对吧？那么它肯定就理所应当的是它属于它的这个 B 包了，对吧？这是根据拓扑的定义和 boundary 的定义。然后呢，就是假如说 Y 吧，也就是说 Y 属于 E。E 又是 B 的自己，然后呢，我们让 X 属于 A 是个什么 ？f(x) 等于 y，g(x)g(x)，g(x) 等于 y。好，那么g(x) 等于 y， 我们能说 X 它肯定是不属于 interior D 的，对吧？不然的话。gx 就等于 y， 它也是 interior e 了，对吧？这是我们第一条。我们第一条说的是什么？我们第一条说的是这个，如果它 interior d 的话 ，gx 呢就属于 interior e 了，对吧？同时呢，我们同理，对吧？它也不属于 exterior， 对吧？也就是说 X 只能属于 boundary of D， 对吧？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 boundary 上的点呢都能找到一个 X 属于 boundary D， 使得 GX 等于 Y。 也就是说你每一个 boundary 意上的点呢，你每一个 boundary 意上的点呢，都是包含于它这个项级的，对吧？
包含它的这个项级的。好，那么有了这一步，同时呢 also for g negative one by 根据对称性呢，你用它的反函数也能得到完全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一撇呢，就是说它是它的自己。二撇呢，就是说一是包含于它的。那么上面这一条，上面这一条我们推出什么？我们两边 apply g on both sides， 我们就能得到 e 属于 g d。 这边 apply g on both sides， 只有 g， 因为它是双设，所以你两边都 apply 了，它就消掉了。你 apply g on both sides， 它能消掉，因为它是这个S G S bijective， 好吧。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说，哎，对吧？它，然后一撇呢，说这个，所以说，然后呢，二和二撇呢，就是这个，就是一撇。给了这个二撇呢，给了这个，对吧？所以说这个定理就证完了。好，不错。那么现在呢，我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基本微分同配，就是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就假如你有一个微分同配 H。假如说你有一个微分同配 h， 同时如果 hx 对吧，它的 component function 嘛，这很正常。然后呢，若你存在一个 i 时的 hix， 映射的就是它本身这个 i component， 你给一个 x， 你 hi 你这个 i component 给的就是这个 input 的 i component， 同时满足对所有的 x 在它的定义域内，对吧？其实就是说什么？其实就是说 hx 呢，其实比较直观哈，就是说，xi， 对吧？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那它就是个本源的 diffeomorphism。好，那么，对吧 ？H A preserved S coordinate。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节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定理。那这个定理呢，在之后证明这个微换元积分定理的时候会用得到。它就是说什么，如果 G 是一个微分同配 ，n 是大于等于二，然后呢，你任给一个 A 中的点。你任给一个 A 中的点，它存在一个领域，包含于 A。你而且呢，你还存在一个 sequence 一系列的，微分同配 ，U 零到 U 一到 U 二到 U K。U 零是一个领域，然后 H 一呢映射到 U 一 ，H 二呢又从 U 一映射到 U 二，就是它每一个呢。都是一个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 每一个都是一个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 使得呢这个从它的复合呢，它所有的复合呢其实就是等于 g 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个映射。那么这么讲可能有点抽象，其实就是说你从这个 U0 为起点，然后呢，一系列的复合，不同的不停的复合，你存在一系列，并且每一个都是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
那它们的复合呢，就等于 G 将它的定域限制在 U0 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乍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它确实挺复杂，它其实没那么复杂，还行吧，就那样呗。好，那这是18.3。那么对它怎么证呢？首先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开始。我们先考虑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先考虑一个，比如说 T， 它从 Rn 到 Rn 呢，它 BTx 等于 C 乘 X， 它是一个 matrix。然后呢，它是 invertible。那么，我们想说什么？我们 want to show t factors into sequence of p diff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或者是说 primitive invertible linear maps。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已经知道 C 是 invertible， 也就是说 C 呢 is 根据我们线性代数的知识， C 是 product ofElementary matrix， 那 elementary matrix 就是线性代数的，就是基本的内容。就是第一个 type one 就是 switch to rows， 我也忘了 switch， 反正就是互换行和列。然后第二个就是 add current one。by multiple other， 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mult current by a scalar， 就是你只有三种这个 elementary matrix， 对吧？那么首先呢 ，type 二和三呢？都是 primitive， 对吧？因为你只会动两行，你很多行都是不会被动的。Type 2和3肯定是 primitive， 对吧？2和3是 primitive， 因为它只会动一个，其他的都不会动，保持不动，那么它肯定是 primitive。然后呢 ，Type 1呢？是什么 ？is composite of 二三，所以呢，我们就完事了。因为 C 呢 ，C 它是一个 product of elementary matrix， 每个 elementary matrix 呢都可以写成什么 primitive 的 composite。所以每个 C 呢就是对吧，所以说 T 呢就是 factors to sequence of primitive invertible linear maps。 好，那么这一步是完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 when G is linear， 如果这是线性的，然后呢让 T 呢从 Rn 映射到 Rn，其中 tx 等于 x 加一个 c， 那么我们定义 tx 等于 x 加上0 c2 c3 cn tx， 那 tx 呢就等于 x 加上 c1， 剩下的都是0。
那么 t 呢就等于 t 二和 t 一的一个复合，对吧？这一看就对吧，并且呢 t 二 t 显然是个 primitive。对吧，因为这个呢把第一个给保持了，这个呢把剩下的全都保持了，那肯定对吧是 primitive。 好，第二步完事儿，我们看第三步。第三步就是说，如果看Consider case when 如果 a 等于一个零 ，g 零一是到零，它呢等于 i n 在零的导数等于 i n。好，也就是说 ，we show 什么 g factors locally as a composite of two， 它局部呢可以变成两个微分同胚的，两个基本微分同胚的一个复合 ，permanent diffeomorphism。也就是我们第三步是要证这个，那我们的证明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记住这一个，就是很 trivial 的定义，不是定义，就是 setting， 就 a 等于零 ，g 从零一直到零，并且它的零的导数呢就是 i n， 好吧，就记住这个就行了。好，那么我们让 g x 呢，我们把它写成 component 的形式。我们把它写成 component 的形式，等于什么 ？g 一 x 一 x n g n x 一 x n， 对吧？然后呢，我们令 h。定义为什么 ？hx 等于 g1x gn 减 1x。哎，你 preserve 第 x n 个，那么 h0 等于什么？算一算，等于零，对吧？那么 dhx。等于什么？它的这个导数等于什么？我们看上面的，对吧？上面每一行其实都是 g， 下面一行就是 xn， 也就是说你最底下的一行呢，只能是零零零一个一，上面呢其实就是 gn 减一。dx，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同时呢，因为什么 ？dg 零等于 in， 哎，那 dh 零呢 ？dg 零是不是也就是 in 了呀？对吧？好，那么。我们过了这一步是为了啥呢？我们看，因为这个微分同胚啊，它是与这个反函数有关系的，对吧？同时呢，这个定理呢，又和这个什么 neighborhood 这个 local 有关系。我们提取关键词反函数和这个领域，是不是想到了我们十年之前证的一个反函数定理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apply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那反函数定理说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可以说，因为你这个 h 它肯定是有反函数，并且它也是，它肯定是有反函数，并且它的矩阵呢，对吧？它在零呢，对吧？它的这个它肯定是有逆矩阵的，对吧？并且呢 ，h 肯定是 CR， 因为你每个 component 对吧，这个都没问题的嘛，它肯定是 CR，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好，那么根据我们这个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呢 ，h 呢 is a diffeomorphism of 什么 v 零 neighborhood of 零。但是呢 ，h 呢从 v 零到 v 一，它在零的某一个领域内，这个 v 零呢到 v 一呢 ，h 呢构成的是一个微分统胚，这就是反函数的定理。因为它这个 inverse function 它也是 CR， 对吧？它这个 inverse function is of class CR。我们就是反函数定理就是说的这个一回事。那我们这个局部性已经初见雏形了，对吧？那我们接着继续造下去。我们现在定义呢 ，k 从 v 一到 Rn， 我们定义 k， 为什么 ？k 一个 y 呢？它映射的是 a。它其实就是一个 primitive， 它是一个 primitive function， 同时呢它的第 n 个 component 是 gn h 负一 y a。 那么我们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就是 h 呢负一 y， 就是负一 y， 然后再 gn， 对吧？我们这个再 gn 一下，就首先它已经确定是个 primitive， 我们知道什么 ？k 零等于什么 ？h 负一零等于零 ，gn 零也等于零，对吧 ？h 零就等于零，直接带。同时呢 ，d k 它的导数等于什么？我们看，我们就看最底下一行吧。最底下一行你用那个 chain rule， 对吧？最底下一行就是 chain rule， 链式法则 y。 上面的其实简化写成就是 i n 减一，然后这边都是零。好，这就是它的导数。那么这里有一张图，这有一张图是这样子的，这个后面会用到，我先这样子。这里有张图，然后呢，这边用这个chain rule算一下，对吧？它等于什么？等于 d gn 零乘上 d 负一零，对吧？那等于什么 ？dgn 零乘上这个，我们知道是什么呀？是不是等于 dh 零的逆矩阵呀？对吧 ？dgn 零等于什么？零一乘上这个。对吧？那还是零零一 A。 好，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呀？也就是说 D K Y 等于 D K 零就等于 I N， 对吧？你这边都是一个一，全一下来，其他都是零，那么这没问题了。
也就是说什么？我们再用一下这个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对吧？我们再inverse function theorem， 为什么可以？因为它肯定是 CR，K 肯定是 CR， 因为什么？因为 CR 和 CR 的复合还是 CR， 对吧？好，那我们再，也就是说 K 呢，它是某个领域 W1 到 W2， 这个呢是零的一个领域，它呢是个开集。其中这个 K 呢是个 Diffeomorphism， 我们令 W0 等于它在 W1 的逆向，哦 H W1 的逆向，因为 H 呢是 V0 到 V1， 对吧？K 呢是从 V1 take input 的，也就是说你这个 A 是从 V0 到 V1， 然后呢 K 再从 V1 到 Rn， W1 呢，其中这个 W1 呢肯定是 V1 的一个子集，对吧？因为它是又一个 neighborhood of zero，对吧？好，其中的这个 HK 呢都是 primitive， 对吧？那么你有这个 W0 到 W1， 有 HW1 呢到 W2 呢是 K， 明白？那我们想要证什么？我已经快差不多了。K 和 H 就是 G 在现在 W0 上。好，那么你看这个图，这边是 A、B， 然后呢？W 这是零，这是 W 零 ，H 从 W 零到 W 一是一个双射，因为它从 V 零到 V 一就是一个双射，你从 W 零到 W 一也是个双射。K 呢，它也是从 W 一呢到 W 二呢是一个双射，那么它从这儿到这儿再到这儿呢，其实就是从 G 呢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一个分解的过程。我们令 x 属于 W0， y 等于 hx， 那么就是说什么 y 等于 gex gn 减 1x xn，这是 H 的定义，对吧 ？H 的定义，对吧 ？HX， 这是 H 的定义。好 ，H 这么定义，那再套一个 K 呢？又等于什么？我们看 K 的定义是什么？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这里都保持不变 ，Gn 减 1x，Xn 呢？GnX， 为什么？因为它是什么 ？G 负一GnH 负一 Xn， 对吧？对吧？那 H 负一 Xn 是什么？你看 ，GH 负一 Xn 其实就是它本身嘛，就是它本身。所以说 ，K Y 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等于 G X 呀，对吧？那我们就证完了呀。好，我们证明了这个特殊情形，
step 3的特殊情形，我们就进行最后一步 step 4 in general。 好，我们再考虑这个 in general 是怎么证的。我们先看 G 呢， A 到 B， A 属于 A， 小 a 属于 A， 然后让这个 C 呢，这是回到第一步的这个矩阵呢，就是它在 A 的导数。然后呢 define T1 T2 两个函数呢，还有 T 呢，我们定义三个函数 by T1x 等于什么 x 加 a， T2x 等于 x 减 gaTx 等于 C 负一 XA， 这边只不过是加个常数，这都是两边加个常数，这边呢其实就是第一步的那种，对吧，还是个矩阵。然后呢我们让 G tilde 等于 T2GT1， 那我们看一下图，图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G tilde 呢，是从我们最开始这个 T1， 对吧，我们先从 T1， 然后再 G T2， 然后再 T， 对吧， T1 到 G 到 T2 再到 T， 这是 G tilde。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每一个 T1,T2,T 呢，都是可以用这个反函数定理来构造两个领域之间的一个微分统配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T1 的逆向 T 的逆向 T1 在这个 A A0 吧， A0 我说 A0 就 A 吧， T 负一 A 呢就是这个什么 TVA G tilde， 它是从它到什么到这个集合，这就是 T of T2 of B， 对吧，把这图先放在这里。好， G tilde 是从它到它的一个微分统配，同时我们有什么 G tilde 零等于什么， G tilde 零就是什么 T of T2 of G of T1 of 零T0， 对吧，这个变成 A G of A T2 of G of A 又是0 T 乘0，对吧， T 乘0你0，那它还是一个什么，它还是等于0，对吧，所以这个都可以擦掉，这个快速计算就能计算出它是等于0的。G 撇零等于零，并且呢 ，D G 撇零，它是等于 I N。我们用 chain rule 算一下，我们用 chain rule 验证一下，因为什么？因为 D T 零等于 C 负一。对吧 ？dt 等于 c 负一，并且呢 ，dt 一 ，dt 二都等于 in。也
因为我这只是加和，我这只是加一个常数，对我这个矩阵不会有任何影响，它就是 i n， 这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得到。然后呢 ，dt 0，因为它最后一步会被代成0嘛，对吧？我们是算 t 乘零 ，t 的零就等于零，我们才得到这个的。所以它 chain rule 的第一步其实就是 t of zero， 那它就是 c 负一。那么 c 负一，你中间还有个 g， 对吧？你中间还有个 g， 这个 c 是什么 ？dga 呀，对吧？所以你就全部都消掉，就变成 i n 了。好，那么根据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用第三 step three。我们 step three 我们说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就是这个情况，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第三步里的所有论证，我们存在一个零，在这个什么 t 负一 a， 使得什么 g tilde w 零等于什么 two p。Diffeomorphism， 它等于两个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 的 composition， 对吧？然后呢，让 W2 呢定义为它的像，然后呢 A0 定义为 T1 W0 的像。你看我们这个根据第三步，对吧 ？G 撇零等于零 ，G 零等于 I 零 ，A 等于零。对，好，那就存在一个什么 neighborhood of zero， 对吧 ？W 零 neighborhood of zero， 然后 W 二呢就是它的像，对吧？这跟着上面嘛 ，W 零到 W 二这个，对吧？这只是变成 g tilde 了，这次变成了 g tilde 了。A， 然后 W 零到 W 二 ，A 零呢就是。这个 TW0， 然后 B0 呢等于什么 W2T 做个逆向，在 T2 做个逆向，就是 T2T 负一 W2。 好， A0 B0 都有了。那同时呢G 呢？这一步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说 G 是一个 primitive， 不，我们已经说 G 是一个 diffeomorphism 了，对吧 ？Is diffeom， G 是 diffeomorphism， 对吧？所以它肯定从，它肯定 carry A 零到 B 零，它是一个买设的，对吧？同时呢？我们有什么？我们从 A0 呢，我们 travel 到 W0， W0， 你看 A0 到 W0， W0 到 W2， 然后再到，对吧？它的逆向就，然后再到 B0， W0 到 W2， 再到它的 W2 的逆向这个大 T， 然后呢再到。B0，OK， 它到它用的是什么 ？T1 的负一 ，W 到 W2 是 G 到 tilde， 然后它呢是 T 的逆向，这儿呢是 T2 的逆向，对吧 ？Equals， 它是等于 G， 现在在 A0 上的，对吧？
同时呢 by step 1, 2这个 T1 负一 T2 负一和 T 的负一 factors into the field 这应该是第一步嘛对吧然后呢 G tilde 呢也能 factor 成 diffeomorphism primitive diffeomorphism 所以我们这个定义就已经证完了对吧好那么这个是微分同胚的所需要的知识呢我们都过完了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就会开始证明这个换元积分定理